你要做我礼貌的，因为你老母咧给你教书，这茶室茶盘内，你两个老汉都爱袂忍的，要甲新娘，我来赶紧来找伊，我马上带红包。阿娘，阿红包伫倒？我今日就存了红包，我带红包到。真的吗？下下开始两位聊公的。红包我发得好啦。先来。阿爹，你过来吗？阿娘要辛苦你，我祝你管家娶西施呢，无嘛好来林大玉。你好像吃火了，你好像吃火了。段天鸿就是我，刘桂芬就是伊爱情奶子。奶子阿爸阿婆啦，唱歌。阿爹阿娘，你来教伊，伊来转头无听，才能教我。你有办法无？就是个。来，阿你看头看面下，阿来知影这个样，阿母阿看了你，阿鼻头一定也足水。较早，迄个当调的时阵，刘桂芬嘛生得足水的。我讲叫小明星。哎呀，咱一个人出来在外面做交易啊！啊，是你做咩害臊？阿母做咩害臊？伊来害臊啥？来呀！外面做衣服是太骚了。好呀，你做这个做多久？咱的气是哪个的？我知我知。来，你老爸也唔敢讲，阿娘在看新娘的。阿娘在看啦。哎呀，给你做好看啦。小明星啊！小明星，那无一定，家己厝内底人，伊安尼喙齿目睭，哎呦，爱这个形体，啊，若无我看一下，咱会较少人这样子。